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桂云。昨天晚上所有的翡翠摆件呢全部出完，北京的姐姐呢和河南的姐姐一家买了三个，可能家房子也多，需要的也多，或者呢是身边的朋友也有需要的，或者是送礼的。总而言之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。虽然说价格定的特别的低，但是单价在于网上销售来说还是很高的一个价位的。非常感谢我们家这些铁粉的信任哈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。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私人定制，这次私人定制呢又是大货多多，高货多多。我带的这一枚鸽子蛋呢，绿色的阿富汗的碧玺呢，是我们广东韶关的小姐姐定制的，还有一枚红色的，一枚绿色的，她这段时间真的是没少买。前几天的四季彩呢也是她入的。这一枚大吊坠其实真的非常大，我放在毛衣外面都这么大，这个应该十几克拉了，火彩什么都非常的好，配上我们家的这个小米珠，因为是白色的毛衣，配上白色的珍珠项链，就是不是特别的显眼，但是呢就视觉上看还是可以的，在视频里看不怎么明显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这个是阿富汗的绿碧玺，比较大哈，火彩非常好，这个镶嵌也非常好看，还有一个红色的呢，镶嵌的双人要简单一点。它还有一个戒指没做好，好像还有耳钉嘛，具体我忘了。反正这两个做好了，明天我们给他发走。今天是发摆件太多了，要不我们就给他发走了。这个是12.9几克拉的，绿色的呢是13.35克拉的。这枚横山虎呢是一个我们独家帮他设计的，这款也很好看，开黄。这是上海的一位美女定制的，宝石和珊瑚他们在一起放的也很协调。我们看这一枚大吊坠，这好像也是我们上海的美女定制的。这一枚珠子呢比较大，应该有15了，顶级浓茶金的哈，珠子非常的亮，颜色非常浓郁，而且我们上面的镶嵌的钻石也很大，虽然说简单款，但是它这个钻石用的比较大。我刚才戴的这个小戒指呢和这个吊坠是我们一位美女定制的绿碧玺，它这个点位就比较小了，它这个是3.7的，吊坠呢是5.3呢，它这个就比较日常款，这个款式也很经典。这个是海蓝宝，滴水型的，简单镶嵌的。它这个海蓝宝呢是4.5克拉的，这次拿的海蓝宝价格都比较低，价格不高，都非常有性价比的。这个小珠子颜色非常好，我们上一场直播卖的，这个珠子才600块钱，镶嵌好像也就1000嘛。这个珠子大一点点，好像是1500的，大一点点，镶嵌都很漂亮。这是给我们南方的一位美女定制，她圈过比较大，因为这个我有成品，但是她圈过大，买我成品买不了，所以只能给她定制。这是一个小黑珍珠的一个吊坠。这几对海蓝宝呢，因为是款式都是一样的，我怕搞混了，它一套是一个客户的，这个耳钉单独一个客户的，而且这些耳钉呢都是一块石头下来的。像这个耳钉呢，我们还有好多裸石，大家想要做可以做，3.几克拉的，好像价位好像是1280一克拉的。这是我们黑龙江姐姐做的一对碧玉耳钉，1000天呢，这个裸石现在没有了，想做也没有了，但是这个海蓝宝的裸石还有，还有这些的裸石我们都有的，红的绿的都有的，珍珠我们都有的，所以你们想要复制的呢可以截图私信我，我给你们复制，给你们定做。这是我们广东中山的一位小姐姐，她做的一个黑珍珠的一个戒指，这是海蓝宝哈，这个呢是我们一位搞科研的老师她做的一套。这是耳钉必备款，这个它这个要小一点，这个耳钉比较大，它裸石比较大的，你们看一下，火彩都非常好，颜色都是基本上森马里亚色，但是它有的地方有一点点包裹体，包裹体呢不怎么清楚，它有点点气泡什么，但是镶嵌出来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，所以我也是属于一个捡漏的一个产品。这一套呢是我们肖女士的海蓝宝的这一套，这一套的裸石呢如果大家喜欢，基本上差不多大小的都有啊，这是比较日常的一个款式。它这个戒指呢应该就是3.几克拉的，耳钉呢加一起也是3.几克拉的，这个吊坠应该是7-8克拉怎么样啊？相同品质的裸石，相同价位的裸石我们都有，这次的海蓝宝的单价好像都不是特别高，就1000多一点一卡应该是哈。那今天视频呢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想要私人定制这一块呢，过年年底了给自己备一套首饰的美女们，你们可以关注我，可以私信我哈。那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大家多点关注，多点赞，拜拜，明天见。